期間限定㗎。係咯，所以我哋唔係好知點解佢要專登期間限定咧。好，湯要自己拎嘅。巧克力鬆餅和餐包，我們要個餐包。這個碟啱不啱價？沒所謂啦，它上面還有牛油和果醬，都是1元。快喝下這碗自己燉的湯先。嗯，但是其實應該還沒什麼特別的，粟米忌廉湯而已。嗯嗯，都挺夠粟米味的，都挺好喝的。我也覺得是甜甜地的。跟著有湯就一定要有餐包的，我覺得。好，而餐包是一定要有牛油的。是啊，是茶碗的，是啊， friend 來的。你看個牛油一嚿的，那個比例真的對的，像菠蘿油啊。蛤，挺漂亮，它又挺好的，牛油融融地的。哦，這個比我想象中沒那麼硬。嗯，我覺得好味啊。餐包其實我很喜歡吃的，我其實挺喜歡吃偏硬一點的，是的，硬都會喜歡吃。然後裡面呢就是有牛油，牛油很軟滑，整件事就是跟著我喜歡它的皮咯，即是這個很香咯，這個皮都是闊條面來的。嗯，它的汁都算多的，它這個魚都很大塊。嗯，我也覺得是，吃下個魚先。好啊，它的魚的皮都脆的。是的，但它其實 不算熱的了，它算是微暖的。是但是它魚真的還脆的。嗯，不錯不錯，味道 OK 的，它不會太鹹，跟住真的有脆的口感。嗯，試一下麵吧，比我想用這種淡味。我也想說是，其實它整件事都不是濃味的。是的，是偏淡的，跟住但是個闊條麵不會說很濃。嗯，有咬口的，不過就應該是汁暖咯，不是太熱啊。呢一碟覺得是最多叫微暖啊，暖暖地咯，係偏淡咯味道，無論是個魚定係嗰個闊條麵都。呢個有些少失望，嗯，不過起碼個闊條麵唔濃咯。不過睇落好靚，哇！呢一碟超豐富。係咯，呢個家庭拼盤好多家庭喎。哇，好多家庭，幾個家庭？佢有雞腿，有腸仔，有薯，芝士薯波，哦，芝士薯波，哇，好香啊！粟米好多喎，你睇。哇！個底都係成個啲咁咩？呢啲拌到成個底都係。哎呀！我哋啱啱係咪應該留啲牛油嚟撈粟米咧？嚇 ！It's too late。係咪買都夠啊？反而。睇粟米有冇調味先。嗯。粟米係冇牛油嘅。係啊，冇嘅，不過甜嘅。嗯，正常粟米味。個芝士薯片我好想食啊！快啲食啦！佢應該仲脆㗎。它裡面就是這樣的，其實芝士不算多的，但是因為薯波我很喜歡吃。但是你一吃就吃得到芝士味，我覺得濃喎，芝士的口感 OK 喎。跟住它裡面的薯仔都是一粒一粒的。嗯，好味，都是還是微脆的，不錯不錯，脆的脆的脆的。嗯，還有這麼多粒，好正喔。對囉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有時候我醬仔圓碌碌的。對囉，哇，會不會彈的？彈了周圍是，有少少 crack 的 feel 喎，即是皮應該脆脆的。嗯，咦，個皮不是脆的喎，係咯，但係佢篤落去真係有嗰種感覺嘅喎，佢有啲似蜜糖腸仔，有啲特殊，佢係似蜜糖腸仔，跟住但係又再加啲可能雞肉腸定唔知點樣，有啲薯絲腸裡面特別啲嘢，質地完全唔同啦，當然。總之佢就係比一般腸淋，哎呀，點樣形容咧？裡面蜜糖啲，裡面係薯絲腸咁樣淋淋地，係咯係咯，成件事咧你又唔會話佢係淋嘅喎。係咯，佢幾好食嘅呢個味啊，幾複雜，幾好味，幾好味，好。這個雞腿上面那些是不是香草的？應該是啦，但它挺闊佬的，有四隻。是咯，我差點在椅子上面垂了下來。有坐得那麼差嗎？我們已經不坐回上次的位置。是咯，很搞笑，又得閒呢，這個位置。今天的東西呢全部都是微暖的。嗯，就是甚至乎你的雞腿是凍了的。但這個雞腿麻麻地喎，怪怪地喎，味味好怪怪地咧，就係有種又唔夠鹹，係咯，又唔夠濃，又唔夠香，好乾，好普通咯，係咯，味道都唔知點解怪怪地。係怪怪地，你會用怪怪地嚟。嗯。不過其實真係唔明呢次限定係嗰個位喺邊度？係咯，又唔係話特別時節常食嘅嘢，即係粟米湯啊，係咯，好。
係咪即係試業咁樣啊？即係試下呢啲可唔可以成為 Ming Man？ 又或者其實就係、是、寫限定，等你即係焗住呢個時候去係咪啊？佢有一個月限定啊嘛，係嘛？好似去到24號咯。係咯，但係肉丸好食啲。係咯。